你取消，你莫结果，我看应该真困难。所以我只好作假，难为能为这事情。 你安是咧创啥？大伯，针对阿妈做唔对，我爸爸对不起你，我这个做事是规个家诚心诚意，甲你回信的，向你认定。吴局长，也论被告你来干什么？我绝对唔干，大伯。叫我住手！大伯，今仔日是公家做的代志，唔是公生意，你是阮大伯。 因为我身躯顶所留下的，甲你相共，这是无度改变的事实。今仔日我代表阮阿妈、阮爸爸，出面来拜甲恁顶一代文化。讲起来，我是自不量力。不过我会记阿妈教过我三句的：，伊讲做人爱做甲难行难舍，难舍难舍，难为难为。今仔日看你的态度，爱予你取消，爱你莫结果，我看应该真困难。 所以我只好作假，难为能为这事情。局长，你安是咧创啥？大伯，针对阿妈做唔对，我爸爸对不起你，我这个做事是规个家诚心诚意，甲你回信的，向你认。 我是我妈妈，嘛早就赶快来申请个期待，希望大伯你会用从这个方法放水了，莫阁结交。嘛，请大伯你会用珍惜亲情无价一句话。平秋，今日美华甲志亮母仔囝，我已经讲干了，你看志亮嘛做干了。 我是感觉已经有够啊啦！你有念在美华甲志忠的面子上，所以万分，莫阁计较啊！爸，你的心肝莫遐尔硬好无？吴志忠，今仔日就算讲你做够较济，在我心目中，嘛是无啥物意义。 那是讲今仔日规日我面头前人是吴平春，无得甲我会当考虑，是毋是当卖假个？也毋过，你毋是伊，就请起来。主席，我是平春的某，我大大叫你一声大兄，你若是认为平春规日在你面头前甲你害死嘞，你的气都会当消，会当原谅。 那呢？陪我替你来做这段爱情，敢袂用？不，美华，美华，美华，你莫安尼。人咧讲，原油条，坐油煮，所谓笑，我真清楚，应该找啥人讨。真歹势，我有代志，是袂啊。 今早你个规嘛无录音啊，醒起来，咱再另外找机会。就我呢。哦，阿美花，你嘛卖去哭啊啦，我都想讲吼，啊找一个时间，想要参你好好开讲呢。陈斌，你参志忠吼，卖交要稳。志忠。 无先来我的房间。唔知。
知影有岁人是毋是拢遮尔固执？阮爸爸安尼，阮阿嬷咧连大伯妈呢？无得甲将来你老啊，看代志的态度，卖像前面共款啊。咱又搁失败啊！苏来，你搁有啥物撇步？苏来，我干那会用举双手导航啊。志忠，人讲旁观者清啊，我感觉即个你处理即件代志是有较着急，毋则会食紧弄花我。这点我承认，我是这样着急，因为我实在无迄个本钱，会用予阮爸爸甲大伯有缘搁拖咧。安怎讲？特别，我嘛无必要隐瞒你。我本来如意算盘是，予阮爸爸甲大伯有缘化解了后，我就要进行后一步骤。有阿英甲车来合作着无？你已经着着。这几年我对着阮爸爸身躯边学习，我毋是你学假的哦。心理顶面咩咩角角，只要用心去观察，用心去分析，你自然会发现真多。一寡表面上是一种目的，背后实际上阁是蕴藏另外一种目的。你是在烦恼，阿英甲大方开发来正式宣布合作，恁就会出现一个真强、阁真可怕的竞争对手，对无？别记欧罗，你是一个美貌甲智慧并重的查某囡仔。我即马，我是完全接受啊。特别，我甲用大胆问你一个问题：大方开发甲阿英集团目前合作到什么款的阶段？你用甲我讲。你当然知影我的答案啊。上阿机密无可奉告，对吧 ？Of course。走出去，我知影我不应该进门的。阿唔过我应该讲。人讲法律不外乎人情。商业机密嘛，应该不外乎私人交情啊。阿英甲大方开发，目前跟他进行到初步接触的阶段。连头一届甲李泰山见面，李泰山要送给阮新苹果参考的投资计划书，阮拢唔肯收。大伯又搁在耍，万火定古巴迄套手段是？无唔对，啊，不过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。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甲阮爸爸，甚至是阮妈妈。对李泰山还有李信林这对伯仔囝，印象是愈来愈歹。等到是我个人，对车林印象是愈来愈好啊。尤其今仔日代表车林出面的人是你，我相信只要阮爸爸同意改变合作的对象，到时阵我代表阿英出面甲你谈合作，咱一定会合作愉快。这当然，啊不过，看有这个可能。有一句话叫做事在人为。啊不过大前提要回归原点。我爸爸甲大伯一定要先化解心结，才会坐落来讲合作。安尼，咱的希望唔才会达成。所以，为即马开始，咱两个彼此合作，共同来打拼，咱会变成最佳的 partner。啊，对了，讲到 partner， 到目前为止，我上欣赏合作上愉快的 partner 就是 Mickey。哦。有啥物优点，值得你欣赏？伊甲你同款，有样貌、有身材、有见识，上重要是，伊同款有头脑。这段日子，伊互我学着真侪生意上的理论、手段甲经验。特别，我嘛唔惊他袂甲你讲，我嘛是看紧你。到目前为止，你各方面的能力都改变变。感情正是安尼？绝对是。若是有一天你会用甲伊交手，你就会发现。伊是一个偌厉害高手。听你安尼讲，若是有机会，我一定要甲伊领教一下，看伊到底有偌厉害。志忠，你对麦基叶这么欣赏，你目前阁无女朋友，敢讲你袂对伊动心吗？绝对袂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介意姐弟恋。看起来麦基也无大你偌济啊。你会唔是问题，重要是。伊伫我心目中是亦师亦姐。伫工作方面，我会向学习；伫书的方面，我甲伊当作是家己阿姊伫尊重。就安尼。